刚刚听的那个chant 念谣的动画呢，好，那现在老师来讲解哦。这个 chant 的内容呢，跟这个图片有关系哦。好，小朋友你还记得这个吗 ？What is it? Hut， 小木屋。好，然后这个小木屋里面呢，好，它画这样就是里面了。好，有一个什么东西？哦，白色这个。Mug， 马克杯。然后呢，这里有一只 bug， 小虫子。那它呢，抱着什么东西 ？Nut， 坚果。哦，所以等一下这个 chant 的内容就是跟这个图片有关系哦。好，那现在老师一句一句来讲哦。我找一下画笔，好，在这里，用红的哈，换蓝色，蓝色。好，好，第一句。The mug is in the hut. The mug， 好，马克。The mug is in the hut. 马克杯啊 ，in the hut， in the hut， 在这个小木屋里。好，这是第一句的意思。The mug is in the hut. 好，第二句。The bug has a nut. The bug， 好，这只虫 has 有呢 ？Has 有什么呢？这个 has。The bug has a nut. 好 ，nut 就是坚果。哦，这个小虫子有一个坚果。The bug has a nut. OK， 好，第三句。The bug hugs the nut. By the mug. 好，第三句最长了哈，也是一样。The bug， 这个小虫子呢 ，hugs the nut. Hugs 就是抱着，好，抱着，好，它抱着这个坚果 ，the nut. By the mug. 好，这个就稍微比较难了 ，by。等一下，我把这个笔好粗哦，改细一点。好 ，by the mug， by 呢就是在什么什么旁边 ，by the mug 就是在这个马克杯旁边。好，所以整句话就是，这个抱着坚果的小虫子呢，在马克杯旁边，就这样子。All right. 好。